shall stand, one shall fall. Fun? Whoa, whoa, whoa. Are you having any fun? Are you having any fun? Check it. Transformers! Yo, 大家好，我是杨艾伦，欢迎收看 Jussie 接新的 What's Up Hyper， 阿信跑去开鞋子了，那专业的玩具就交给我来吧。右手边这边就是我自己平常在收的玩具，我最近都在玩小汽车，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就是大家今天看到很熟悉的变形金刚。孩之宝呢，为了庆祝变形金刚35周年，推出了这么多的限定玩具，包括正反两派最经典的角色密卡登还有柯博文。That's a question you should ask yourself, Megatron。最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这次把卡通里面的那种2D 的 Cell 的阴影带到这次的玩具里面，我觉得特别有趣，我们就把它打开玩吧。哇塞，它的关节做的真的蛮精致的，它可以做出奇奇怪怪的动作，哇，说明书超帅。它有教你怎么把它变回卡车，我们现在把它照着它一步一步把它变回卡车。我自己比较喜欢大黄蜂啦，那个金龟车的样子的时候，我自己是特别喜欢。国中高中的时候，发现哇，其实这些电影或者是卡通出的周边跟系列，我就觉得哇，好酷！我想要那个在我们电视上面看到的那些东西，可以出现在自己的房间，就开始慢慢的打工，然后存钱买这些玩具。对。它叫做 Sub Blaster 音爆。可愛いやつだ。他有另外一只长，跟他长得很像，叫音波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然后这是 Blue Streak， 蓝霹雳。这次我还真的不知道，我第一次看到他，他应该是很久以前漫画里面的东西。但我觉得他很酷，因为他的胸口就是一个赛车的车头。我觉得密卡登看起来很有难度。因为柯博文，我刚刚已经有点点卡关了，这只真的有在难呢。哇，这超厉害的！哦，设计这些玩具的人真的太厉害了。看他刚刚那一支箭，竟然可以变成他的坦克的炮管。我觉得大的人玩都要看着说明书，真的是。如果小朋友玩的话，真的是爸爸妈妈要在旁边指导一下。我觉得最酷的地方是，他可以就是把他的炮啊，全部都接来接去，变化性其实是很够的，细节还是做得非常的精致的。这个一整个系列变形玩真的很有成就感，把玩性还是非常的高，而且他们很坚固。我觉得这是孩之宝最厉害的地方。像这次孩之宝为变形金刚35周年所推出的限定商品，这四只你们最喜欢哪一只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说不定孩之宝就会打电话去你家送给你一只。好啦，我是杨艾伦 ，What's Up Hyper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